好，各位法师、各位学员，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龙树菩萨造的大制度论，根据后官院长的讲义第四册，我们进入第45页，第45卷，第45卷是在1280页，1280页。那我们进入第45卷之前，我们可以看到等于是从第四册开始，那么是从第42卷那当时候在讲第42卷的这个部分呢，就曾经讲到说其实这里有四分，有没有？有第一分、第二分、第三分跟什么第四分最左边这里有没有看到那这个第也是第九品一直到第26品那总共有这个17品18品总共18品，其实分了四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其实占了四品三品了三品。这三品呢，其实是以什么三解脱门为主，对不对？三解脱门所以等于是在这个三解脱门这里，那么其实我们等于上学期几乎都讲在这个部分那空无相无作三解脱门，从第九品到第十品跟第十一品然后呢我们上一次的就进入了什么第二分对不对所以呢第一分等于是三解脱门，第二分呢就是人大人大，那么第三分是法大第四分是什么浅相品浅相门那我们现在讲的是哪里呢？人大的部分，也就是针对菩萨摩诃萨针对菩萨摩诃萨，所以是第十二品一直到第十七品第十七品。那我们现在第45卷呢是第13品，叫做摩诃品菩萨摩诃萨，有没有菩萨摩诃萨那上一次的是聚义品第12品那这里头有这个6品第12品一直到第17品第17品都是专门针对以人来行什么大圣菩萨道，所以呢针对菩萨跟菩萨摩诃萨所以第45卷第45卷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灰色的底，这个有灰色的底的这个部分，有没有？是不是大写的一就三解脱门来说 Bore 对不对？第二个部分呢其实就是第二分就菩萨摩诃萨来说 Bore 而上一回呢是什么就菩萨来说 Bore 是不是刮胡的大写一，我们现在要进入的是刮胡的大写二，这样看懂吗所以是菩上一回还在第44卷这个部分是菩萨说菩萨聚义就是什么无聚义，有没有不断的在讲无，那这个无呢其实就因为性空，所以我们说菩萨道是不是就是以性空来通彻一切？那何谓性空呢？就是专门讲什么因缘法。波瑞是不是专讲因缘法？波瑞最简单的一个解释就叫缘起性空嘛。更简洁的就是性空来周遍于一切。菩萨一直都是透过性空来周遍的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就是摩诃萨，明摩诃萨的什么深意也一样，其实也等于说明摩诃萨来说波瑞的意思，对不对好，那这是刮胡二的部分好，那一就讲到说佛以毕竟众中之上首为摩诃萨，因为菩萨摩诃萨是已经到了第三道阿僧祇劫了他的果位是很高的，所以呢菩萨摩诃萨是什么毕竟定众的什么上首算是最高的这个
境界第三大欧神起劫了哈，第三大欧神起劫了。所以呢，在经文啊，就讲到说，尔时啊，啊，须菩提呢，那么请教佛陀说：“世尊，何以故名为菩啊？名为摩诃萨啊？菩萨为什么称为摩诃萨？所以要称为摩诃萨，是不是都是八地以上的大菩萨呢？啊？”所以我们从第一大欧生起解，我们是凡夫，但是因为发菩提心，是不是也可以成为凡夫菩萨啊？到超凡入圣以后呢，那么从初地一直到七地圆满，是不是叫做圣贤菩萨啊？这二大欧生起解里头，其实都还是受到父母生身的什么束缚，对不对啊？到菩萨摩诃萨呢，是第三大欧生起解，已经脱离了父母生身，所以称为大士菩萨，因为他可以分身无数亿。好，所以佛陀就告诉须菩提说，士菩萨啊，主要呢就因为在毕竟定啊毕定众当中是为上首啊，啊毕定众中呢为上首啊，为上首，那么好，所以这里的哈必定境哈必定众中是为上首的，是故名为什么摩诃萨。哦，那须菩提就请问佛陀说：“世尊，何等为必定众？那什么叫做必定众呢？而菩萨摩诃萨哈是其中哈在这当中的什么上首菩萨吗？”啊，所以佛陀就告诉须菩提说，啊，就是说要解释什么叫做必定众，有没有？好，这个必定众呢，有几个条件的哈。第一个呢叫做性地人，啊，第二个呢八人，第三呢啊这个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这个是不是四果？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还有呢辟支佛是什么圆觉，还有初发心的菩萨，乃至阿比拔智地的菩萨，阿比拔智就是什么不退转的菩萨，须菩提以上所说的呢就称为必定众，必定众，那菩萨为上首啊，菩萨是为上首的哈。所以呢这里哈，我们把这一段把它做了一个哈，简单的一个图，这个图，那个什么表了哈。毕竟众有九种哈，等于是性地人有没有八人，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初发心菩萨到阿比拔智地菩萨。啊，这是九种必定众。对不对？哦，那用这个表来看，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回到，哦，等于是都用同一个系统来看的哈，三大欧生起劫的这个表。哦，那性地人，何谓性地人呢？其实就是四善根，四善根者啊，哦，这个四善根是什么？暖顶忍是第一，有没有？啊，性地人，那八人呢是在八忍中住，啊，八忍中住称为八人，然后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这是不是四果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还有呢，辟支佛就是圆觉，这四果是不是属于声闻众啊？啊，它属于声闻众，啊。那还有呢就是初发心的菩萨，哦，当然这初发心的菩萨可以说是这个圣贤以上的菩萨的初发心菩萨，哦，当然我们一般呢，哦，会称的是凡夫菩萨，哦，不过这里可以说是比较高一点圣贤菩萨这个部分，哦，然后呢菩萨摩诃萨是不是无生法忍以上一直到什么阿比拔智菩萨，这样看懂吗？哦，所以还是在这三大欧生起劫里头来说明，哦，菩萨乃至菩萨摩诃萨。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哦，
这里就可以看哈，第一大奥生起劫是不是就是凡夫菩萨、圣贤菩萨啊，到什么菩萨摩诃萨啊？因为这上面的菩萨摩诃萨，它是怎样？它可以分身无数亿啊！它是不是可以分身无数亿？啊，在菩萨摩诃萨以下是要怎样？是不是在父母生身里头啊？第七世的杂染没有断除啊！啊，因为他第七世的杂染没有断除哈，所以呢，是不是都还是有父母生身的束缚？啊，所以讲的菩萨摩诃萨是在必定众当中的什么上首？他是不是最上面的？哦，从最下面 一路讲上来，这样看懂吗？哦，从性地啊、哦，性地人八人啊、哦，这个详细待会儿再说。那个都还是性地人八人都还是在凡夫地上的啊、哦，到了。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阿罗汉，这是不是都已经是圣者了？出国、二国、三国、四国的声闻，还有圆觉，对不对？还有什么初发心的菩萨，然后到阿比拔智菩萨，这样是不是总共有九种？而菩萨摩诃萨，他是不是上首菩萨？他最上面的哦，他其实是最上的哦。好、哦，好，那。加行位，何谓加行位呢？哦，其实就是什么暖顶忍是第一，是不是暖位、顶位、忍位跟什么是第一？还有四加行，是不是四加行啊？哦，一旦到了暖位的话，那么所以呢，加行位上是在修什么？修智慧。是不是才能够向上提升啊？能够向上提升，所以能够达于暖位，哈、哦，能够充满了法喜，哈、哦，这是等于说像钻木取火，有没有？在钻的过程，那个木头是不是开始有点温度，但是还没有起火啊？哦、之前呢要有暖位，啊、哦，也就是我们虽然是凡夫，但是透过学佛、听经闻法、发心，啊、哦。那么称为菩萨嘛，发菩提心是不是就称为菩萨？那但是还是凡夫菩萨。那凡夫菩萨是不是比一般凡夫应该更不一样一点？是不是？哦，那是因为修了资粮位跟什么加行位。资粮位是要广结善缘，修什么福报？那加行位是不是就要修智慧啊？哦，慢慢的向上提升，要能够向上。哦、要能够向上的话呢，那么必至什么涅槃。到顶位的话呢，就不断的会起善念，因为、哦、已经透过号耀佛法，所以暖位呢可以说我们号耀佛法者 会有法喜的，这份法喜是不是也是一种暖位啊、哦、也因为有法喜号耀佛法，所以我们就会怎样坚持不断，对不对？哦，那在坚持不断，因为有法的关系，我们的善念会不会增加啊？哦，对一些现象呢，我们会不会去转啊？哦，会把一些现象转为什么？啊，透过一些现象，可能让我很不舒服，让我起烦恼的现象，我有能力去升观因缘法的话，我们就不会怪对方，是不是？哦，我们的烦恼常常都是我们看到某某人让我们非常的不愉快，非常的难过，有没有啊？然后呢，我们经常是不是在抱怨对方啊？啊，那如果有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会化为因缘？啊，原来不是他的问题，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啊？啊，因为我们结过什么恶缘。有过去的恶因恶缘，所以一见就怎样就讨厌，再见就伤更伤心，是不是？哦，这个是不是结了恶缘啊？那这个的话，是不是要由自己来解啊？我们没办法去要求对方啊，对不对？因为我们懂了因缘法的关系，就不是只有在现象上。哦，所以呢，顶位比暖位更高一点，就是有转化的能力。所以呢，顶中不断善，
是不是就可以善解人意啊？啊，不管我碰到的顺境，乃至尤其逆境，我们常说要怎样顺逆皆精进，有没有？啊，不管顺境逆境，这都是必然的。啊，是不是跟自己所为有关呢？在逆境当中，也不是别人害我的，是不是自己造成的？所以透过因缘呢，我们是不是就比较容易怎样反省自己、修正自己？那这个善念是不是就会逐渐多起来？因为根据法、根据因缘、根据因缘，我们就能够怎样？能够从相有进入性空。所以为什么一直不断讲波瑞，是不是就是帮助我们从相有进入性空，知道这一切都是不可得的啊，都不是永远不变的啊，是不是都是不是都可改可变可化，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的善念会不会增多啊？所以到了顶位就终不断善啊，哦，终究呢就不容易啊，就是比较容易起善念。比较容易起善念，这也是俱舍论上面所说的。我们这里也这个文修法师是不是也开了俱舍论的课程，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很多的经论都可以读得到，这是多大的福报啊。那忍呢就能够不堕恶趣，因为善变多嘛，善因善缘变多，恶因恶缘的比例会不会降低啊？自然就会降低，那么来世就比较不会怎样堕到恶道去。为什么会堕到恶道呢？是因为恶因缘的比例超过了 60% 以上啊，是不是必然会堕恶道？那我们现在要让善因缘的比例要怎样多过 60% 啊，是不是要增加啊？会不断的增加。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的去算我到底有多少善因缘，有多少恶因缘，能不能算啊？算不出来的。但是因为我们有个生命中的黑盒子，是不是不断的在做记录，在记录当中呢会有比例的问题，这样理解吗？比例让我们的善因缘的比例增加，恶因缘的比例是不是自然就会减少，就不至于堕恶道。所以很多人都说要发愿再来人间，我害怕哦，我怕万一堕到三恶道去，有没有？那是因为我们不懂如何不堕三恶道啊，是不是？其实如果透过听经闻法啊，能够有暖胃，能够耗药佛法，是不是就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愿意向上提升啊？一旦耗药佛法，我们去感受到法的喜悦啊，因为透过真理法则，是不是能够达于真理的现象啊？道路是对的话，不管多远，终究是不是会到达？就等于说我们是在这下头嘛，慢慢慢慢的怎样，一直向上提升啊，是不是就是走这样子的一个路径啊，可以上去的哦？那下面是暖胃。顶位、忍位是第一，世间的最上位、最上面的暖位、顶位、忍位是第一位嘛，哈。所以暖位终究会达于什么？涅槃。涅槃是在这上头，是不是？这个是涅槃。也就是方向是正确的。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在我们的生生不已的生命的主轴当中，暖臂怎样至涅槃嘛？顶位会怎样呢？终不断善，对不对？顶位终不断善，忍位就不堕什么恶趣。之后呢，第一入离生啊，所谓的入离生就是能超凡入生，是不是就超凡入生啊？脱离世间的生老病死之苦，生死之苦，是不是出果正涅槃，四果得解脱啊？进入圣者的境界，进入圣者的境界啊！所以暖顶忍是第一
啊，是这个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呢？啊，因为在凡夫位上呢，才能够不断的向上。如果只有修向善的话呢，那最多只是什么福报的增长。啊，光是福报的增长，有没有能力向上啊？没有能力哦。我们的向上是因为有智慧，我们的智慧来自于什么？因缘，是不是来自于因缘啊？我们的烦恼往往来自于怎样着相啊？是不是因为着相容易起烦恼啊？要能够离相、敏相乃至灭相的现前，那是不是要升观因缘啊？要升观因缘的这个平等性，所有一切的现象是不是都是因缘和合而生，也会因缘离散而灭哦？好，所以这个叫做性地人，这样理解吗？啊，性地人。好，那第二个呢叫做八人。啊，那这些呢可能到论的解释啊再来详细说了哈。先从这个必定众，是不是有这九个啊，九种啊。然后呢菩萨啊，因为我们还是回到经文了哈。菩萨以八心为必定众之什么上首哦，这里菩萨指的就是什么菩萨摩诃萨哦，那以八心哦，那么什么样子的八心呢哦，那么在这里哈、哦、有金刚心，对不对？金刚心，第一个金刚心，第二个呢哦。我们看这个表好了，其实它有八个心、哦、就是所谓的金刚心、大快心、不动心、哦、利益安乐心、欲法、喜法、乐法、要法心、啊哦、住十八、哦、空心、住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还有呢住金刚三昧心。这个是菩萨以八心为必定众中之什么上首。好，因为读这一品哈、啊，要稍微排列组合，然后再做出这个表来，不然有点难读哈、啊，有时候不知道读到哪里去。好，好，所以呢，菩萨是以这八心有没有从金刚心说起来？哦，那各位用。翻得比较快哈，那我这个这样滑来滑去的时候，不知道滑到哪里去了。哎，看我们现在进入电子化多厉害啊哈，嗯，好，那金刚心，金刚心呢有什么呢？发大心，心坚如金刚不可坏。这个金刚心哈又有三种哦，啊，刮胡一有没有发大心？第二个呢还要举实心，还有第三个哈。也就是所谓的金刚心有三个啊，发大心，然后还有举实心，还有第三个在后面啊，因为在实心的后头是不是有带众生苦啊啊，这种地藏菩萨的那种精神就是什么众生度尽方正菩提，有没有？哎，就像大愿地藏王菩萨一样带一切众生苦啊，而且在这个十心里头是不是就有五心是化他的，五心是怎样自行的。所以金刚心是 三类啊，有没有？是这样子的一二三、哦、那下面有十心，是不是下面有十心？第二个部分有十心，这样理解吧、哦、好，所以在这里哈，说发哎，以八心嘛哈，这个金刚心啊，八心的第一心叫做金刚心，里头有什么发大心、举实心，有没有啊？这个举实心的后面第三个，是不是带一切众生受苦，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啊？这样知道吧哈？哦，所以这个等于是要比较架构性的来看，然后其实它是三个，这样看懂吗？
然后呢有这十心，五心化他，五心自行，这样知道哈。好，所以我们来看哈，第一个发大心，对不对？心坚如金刚不可坏，因为菩萨摩诃萨于世中，菩萨摩诃萨是不是也是一路的在菩萨道上，从凡夫菩萨、圣贤菩萨到什么菩萨摩诃萨这样子的一个道路当中呢，那么生大心，这个叫做发大心嘛。那这个大心呢是怎样呢？不可坏如金刚啊，像金刚钻一样，是不是很不容易摧毁它啊？所以说是不可坏，所以在佛经是不是经常用金刚来形容那个不可坏啊？当为必定众中来作为什么上首，是不是最高的果位了啊？第三大欧僧祇劫的哈。好，所以须菩提那么也请教佛陀说，世尊，何等是菩萨摩诃萨生大心不可坏如金刚啊？那其实下面的这个十心是不是就是在等于说是这种等于说能够心坚如金刚的不可坏的十大理由啦。因为他下头是不是又有十心啊？又有这样子的十心的关系，所以呢能够生大心啊，何等有没有？何等是菩萨摩诃萨生大心？所以发了大心是因为菩萨摩诃萨他是不是平常就有这十心啊，五心来怎样自这个化他，五心来怎样自行，所以才会形成菩萨呢随时是不是到菩萨摩诃萨他是不是发大心，而且坚固如什么金刚，坚如金刚不可坏。好，所以有这十心，那么有五心，所以佛陀就回答前面的问题嘛，为什么会能够发大心，菩萨摩诃萨发大心不可坏如金刚呢？所以在实心这个部分，是不是就佛陀回答须菩提说，菩萨摩诃萨应生如是心啊。所以我们说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果报，是不是都有前面的因缘啊？都有前面的因缘。所以这种大心呢不可坏如金刚一般呢也不是天生就如此的。是不是都还是经过努力啊？经过善因缘来的，对不对？所以呢菩萨呢他发十心是因为这个具有这样子的十心，所以才能够成就他的什么大心，对不对？好，那这里有五心化他第一个呢菩萨他说经常发愿的就是，我当于无量生死当中呢大势庄严呢 大势庄严，是不是不断的在发愿尤其在通这个有四弘誓愿有没有是不是都发大誓愿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对不对？那么也才可能形成了大势庄严的等于是他菩萨本身是不是也会长相庄严的，那是透过发大誓愿四个弘誓的愿那第二个心呢，我应当舍一切所有啊，我所拥有包括我自己所以佛陀不菩萨是不是连自己的身都还愿意舍，更何况外面的外财内财外财是不是都愿意舍，所以我当舍我应当舍一切所有啊，只要是我所拥有的我都愿意怎样舍给众生这是第二个。那这些是不是都在利益众生啊，在化他度化他人嘛第三个呢，我应当等心于一切众生。菩萨是不是就是把我们凡夫不平等的心一直摆到平等，菩萨我们凡夫菩萨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
摆平我们这颗心呢？用什么来摆呢？还是用性空，对不对？波瑞，波瑞是不是就是性空啊？菩萨道上六度万恨，五度如盲，是不是波瑞为道啊？啊，波瑞呢就是性空，性空就是在讲平等性，有没有？啊，因为性空是在否定什么特殊性？如何特殊？如果可以单一的存在，不变的存在，实有主宰性的存在的这种特性是特殊性，有没有这种特殊性啊？没有，所以叫做性空。否定特殊性是不是要展现平等性？所以我们经常讲那个性空是不是就是在讲因缘的平等性啊？因为性空在讲因缘，因缘的特性就是平等性啊。所以我们说菩萨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都是透过性空来通彻一切啊？一方面摆平自己的心，一方面呢用平等的心去看待所有一切众生哦，所以从不平等到平等也是我们啊修行的什么功课啊，是不是累劫宿世的功课哦，越是差别心是不是就越往下堕，越是平等哦，所以我们说哦，爬得越高往下看现象是不是越平等啊，哦，越低的话是不是越不平等，比来比去，人比人是不是气死人啊，都比在现象上嘛。但是呢一旦高起来的时候，好，一旦爬高了，哦，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已经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不是现象消失，而是差别消失了，哦，那个差别相消失。所以呢菩萨是不是就是不断的提醒自己，当然我们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用平等心，但是过程是不是都是一直要提醒自己尽量的平等，对不对？尽可能的平等，我应当等心于什么一切众生。好，第四个呢，我应当以三圣度脱一切众生，令入无余涅槃。好，我要用什么三圣？哪三圣呢？声闻缘觉跟菩萨圣，对不对？哦，声闻缘觉菩萨圣啊，来度脱一切众生，令入无余涅槃。啊，何谓无余涅槃呢？啊，也等于说所用的啊，这个第一大欧僧祇劫我们是还没证得涅槃，第二大欧僧祇劫圣贤菩萨呢他是有余一的涅槃。为什么？因为他还有父母生身，虽然他已经进入涅槃，但是他是不是还有父母生身的束缚？到第三大欧僧祇劫菩萨摩诃萨呢他是无余涅槃。而菩萨摩诃萨度脱众生呢，是不是就是要让众生能够入无余涅槃呢？啊，从高来度低的容易，但是没办法超过他自己啦，是不是？啊，我们说三圣共法，啊，这里没有忘了把三圣共法，是不是它的高度是不是就只有到第二道欧僧祇劫啊？到大圣不共法，是不是才能够达于成佛啊？啊，所以上面啊。这个叫做什么无余涅槃啊，上面是无余一的涅槃哦。这里还有余，为什么有余？因为还有父母生身，这是有余一的涅槃。我们在这里的还没证到涅槃，但是我们确信上面有涅槃，上面啊有太阳光，因为我们被乌云密布所遮挡，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涅槃是什么模样。我们是不是被遮挡了？的这个遮挡是我们第七世的杂染，遮挡我们去验证涅槃，因为涅槃它是清净的。而我们第七世的杂染，所以呢我们要修什么戒定慧三学，是不是？戒让我们不往下，慧让我们向上，
定学让我们稳定，乃至能够扶住第七识的杂染，让它暂时不起作用的时候，是不是就能够证得涅槃而后解脱？所以我们在凡夫这个境界里头，是不是就是还没证得涅槃啊？但是我们要怎样，要有忍的确认哦，所以就会讲到八忍啊，哦，这个忍的问题了。确认哦，所以我们说在佛法当中，那个忍位是不是也很重要啊？哦，菩萨登地，他是在这个之前，比方我们现在是声响忍，才能够柔顺忍，是不是才能够到达无声法忍啊？无声法忍是很高的境界，哦，对法的一种确认。声响忍呢，就是听经闻法，是不是也是透过声哈，哦，这个文字语言的教化，哦，来理解佛法，来放下什么自信妄执嘛？所以那个忍是很重要的。好，哦，那这个，所以我们说般若法门是什么？柔顺忍啊。因为理解了因缘，其实我们才柔顺下来，不然的话我们每个人的个性是不是都很刚强啊？为什么会刚强？着相才会刚强，自以为是是不是才会刚强啊？当我们啊能够化为因缘的时候，就像水一样，它就柔和了，柔软了啊。所以我们说菩萨的个性就叫做没有个性啊。哦，有的人说，哦，那脾气很好，哎，好像没有个性。啊，其实没有个性在修行上是好的，是不是？因为太有个性，是不是就容易起冲突、矛盾了、争执？哦，因为化为因缘，化为因缘呢，就容易，啊，就等于说是这个能够怎样柔顺人，柔顺人。而不要一直坚持我自己的意见，认为我自己的意见才是对的，才是好的，这个是很愚痴的。因为我们第七识的杂染，是不是我们都有非量的基础啊？我们又是杂染，又是非量的基础，哎，所以我们的修行是不是都是要去突破这些啊？所以呢，菩萨摩诃萨他所发的心愿哈，为什么用三圣来度脱？因为对众生心量小的，你也只能用解脱道；心量大，是不是才能够把它导入菩萨道啊？哦，那就算到四果，它正无声。七地圆满的菩萨是怎样？无声法忍，有没有为众生而法忍？他愿意分身无数亿，他愿意再度的去救度众生。那四果的阿罗汉正无声。啊，他正无生，他是不是就能够怎样不受后有了，他就可以解脱了。所以菩萨摩诃萨对众生的度化，起码要让众生不管是心量大心量小，那是不是都希望能够怎样脱离生死苦海，父母生生的苦海，所以叫做无余涅槃啊。那是不是叫三圣啊？声闻也可以啊，缘觉是不是也可以？因为他起码他不受后有了，对他本身哈，只不过他因为他心量小，他是不是只是解脱他个人的？菩萨摩诃萨不，那个圣贤菩萨，因为菩萨摩诃萨是不是还是要经过圣贤菩萨的过程？啊，所以圣贤菩萨呢，就是在帮助众生解脱，有没有？是不是就是帮助众生解脱啊？那这种生死解脱呢，叫做入无余涅槃，因为证无生了，哦，那菩萨圣贤菩萨无生法忍以后呢，完全脱离父母生身，所以主要这里还是，哦，所谓的入无余涅槃，是因为脱离了父母生身，这样理解吗？哦，才不会在生死轮回里面呢，哦，这是第四个心，这是不是都在化他啊？哦，那第五个，哦，那个发的心，哦，就是
哦，菩萨摩诃萨说，我度一切众生已啊，无有乃至一人入涅槃者。他已经度化了很多很多的众生，但是菩萨摩诃萨，哦，菩萨如何的看待啊？实无一众生得灭度者，有没有？或者实无一众生入涅槃？我们在现象上看是有的，但是我们说相有是不是要？我们虽然从啊，看到的，我们现在是不是在描述那些现象？有没有这些现象啊？有这些现象哦，但是因为怕执着现象，是不是又化为性空？相有跟性空是不是可以并存啊？菩萨善用性空，所以菩萨不会有任何的执着。哦，我造了这么多的丰功伟业，那是不是又落到我来了？哦，那所行的菩萨道是不是就变得有限了？哦，所以我们说菩萨他就是用无我的精神啊，来服务众生，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呢，对菩萨来讲呢，他会认为我度确实在现象上度了很多很多的众生，一切的众生，却是呢，实无一众生得度者了，入涅槃。这里的度是不是简直是要让众生能够入什么？入涅槃，乃至到无余涅槃的，不是只有有余涅槃，还要到无余涅槃呢？这样理解吗？要到无余涅槃，那是不是还是都得要用性空啊？要有般若的智慧啊！啊，能够知道没有一个实有不变的众生是被我度化，这样理解吧？才叫做菩萨嘛。所以《金刚经》也讲，如果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是不是就不名为菩萨了？啊，菩萨尤其圣贤菩萨以上，是不是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才是真的菩萨。所以我们说菩萨哈，虽然我们现在是凡夫菩萨，那我们起码学习，我们没办法马上做得到，但是我们学习着无所求、无所住而生其心。对不对？所以就是所谓的什么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心，对众生的啊服务，是不是就尽其所能啊？啊，不是要求众生回报，但是因缘果报是不是自然就会回报？因为我都用善心善念对待众生，所以菩萨反而自己自然就会受到很大的福报。啊，所以在图像里面哦，看到菩萨像都是怎样？都是富贵相啊，好吧？哦，穿都是那种贵族相，哎，哎，穿金戴银的，哎，哦，法髻啦，哦，这个那个衣服啊，哦，其实都是非常庄严美丽的，在表达他的富贵相。菩萨都容哈、哦，菩萨所获得的。起码有福报，对不对？必然有福报，只是菩萨要不要果位上的上升，那就要是不是要智慧啊？那就是要般若智慧哈、哦，就是要般若智慧。所以菩萨呢，他有实心嘛哈、哦，自行化他，有五心是怎样在化他的？五心是自行的啊、哦，所以 B 这里是不是有五心自行啊？哦，我应当要解一切诸法不生相，有没有？我必须要了解，乃至信解一切诸法不生相。何谓不生相呢？有生的相而我不去执着，这些生的相是不是性空的？叫做不生相。有没有生相的现象啊？有，只是因为我不执着。哦，因为它性空，我们可以说这个叫做不生相。哦，不是去否定那个生出来的现象哦，其实都是原生出来的现象，只不过这个原生出来的现象是不是不稳定的，它也会缘灭呢。菩萨自行，就是说自己一定要去明白智慧这个部分。菩萨是不是要非常理解因缘，他才可能长长久久去度化众生吗？
哦，所以在自行的部分呢，大概都比较以什么，以智慧为主。所以我们说修福容易修慧难，有没有？广结善缘都是修福报，乃至我捐献财物给某个公益团体，是不是也是让人家去帮我做啊？我不一定要一个一个去做，比方要去急难救济，我不用一个一个去做，去到现场，是不是就会有急难救助的公益团体去帮你做，你也一样广结善缘咯。但是智慧是必须亲力亲为，因为它属于我们自己本身自心的这个部分咯。好，所以第二个说，我应当以纯以萨婆若心行六婆罗蜜。萨婆若心就是佛心。波瑞这个菩萨的心，乃至到成佛的心，叫做萨婆若。萨婆若心行什么？六度万恨嘛，是不是？五度如盲怎样？波瑞为道。所以第三个呢，我应当学什么？波瑞智慧。波瑞智慧来了达一切法，是不是透过性空而了达一切法？性空是真理法则，是我们宇宙人生间的什么真理法则，它会通彻一切也就是游戏规则。如果我们理解宇宙人生的游戏规则，是不是就容易看懂人生？看懂人生的话呢，就烦恼少，智慧高，是不是那也活得自在一些，对不对越高的话越自在，因为所看到的景象是不是越平等我们之所以不自在，是因为我们不平等，我们凡夫是不是一直都用差别心在看一直在比来比去嘛越比是不是越不自在以为自己已经很富有，发现好，我还别人还比我更富有或者以为自己已经很有地位，发现还有更高的地位，那我们又会觉得有点失望了，是不是？因为我们着相，是不是就容易痛苦烦恼无法满足嘛所以透过因缘法，是不是才有机会内心的充实第四呢，我应当了达诸法一向智门这里的一向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像一圣法一样，会五归三，会三归一，是不是就归到菩萨道上来那菩萨道上呢，无非就是涅槃，对不对？从第一大奥僧祇劫，虽然还没证到涅槃，但是涅槃是我们所仰慕的，我们是不是才会向上去努力啊？到验证到了涅槃，对不对？然后再把这个涅槃的值去做量的扩充，有没有？因为透过涅槃，是不是才有机会解脱啊？菩萨度脱这个度化众生，无非是不是就想要帮助众生来生死解脱？所以这里一向智门呢，其实讲的就是涅槃，诸法实相，是不是就诸法实相啊？好，第五个呢，我应当了达乃至无量相智门啊，透过诸法实相，透过真理法则。游戏规则，所以我们就看懂一切啊，是不是就容易看懂一切，乃至能够证得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可以这个量上面的什么扩充，到成佛的无量无边，有没有？是不是也是要透过涅槃的境界？涅槃的境界是什么？真理现象的境界，是不是就是根据真理法则，达于真理现象的怎样现前而且是无量的，那就是成佛嘛。菩萨道的这个终极目标是不是就是成佛啊？但是成佛不是就停顿了，成佛是不是还是继续在以三身来度化众生所以这里归结说，须菩提，是名菩萨摩诃萨生大心不可坏如什么金刚，就因为有这实心所以是菩萨摩诃萨呢，因为安住在这实心当中，所以于诸毕竟
必定重中而为上首。主要的是不是就是用无所得的心啊，透过性空达于涅槃，涅槃的本身是无所得无所求所达到的圣者的现象，是觉诸喜论的。所以在过程当中，波瑞是不是充满了无所得不可得否定式的符号就是透过否定式的符号是不是才能够圆满菩萨道，因为以波瑞为导嘛，对不对？无度如盲，波瑞为导。好，我们这一堂课先讲到这里，阿弥陀佛。